Baby 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琪琪，我们出发了。好的。走吧。啊！谁叫我？什么事？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被一块大石头砸中了头。嗨，汉堡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嘿嘿，我在搭城堡呢，再加上这些装饰就完成了。嘿，我的城堡！树雕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薯条，你别要了。哎，对呀，好奇怪啊。嗨。大家快让开，汽车失控了。发现了吗？所有的金属都吸到了薯条身上。
对耶，哦，就像有股奇怪的力量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有了。薯条，接着。把绳子系在身上。我准备好了。大家一起拉绳子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哟吼吼，哟吼吼，哎呦哎呦，拉不动。让我们想一想，一起想个好办法，一起想个好办。有办法了。一一二一，哟吼吼，哟吼吼，哎呦哎呦，拉不动。好朋友，快快来！加油，加油！大家一起来帮忙。你没事吧？这是磁铁，它可以吸住所有用铁做的东西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睡觉的时候砸中我的是磁铁啊！不过你刚才的样子真的超酷，特别是弹簧腿。